法国知名二手名牌买卖平台 Vestiaire Collective 最近就公布了2023年的数据报告，里面的二手名牌升值排行榜第一位就是 Chanel 了。究竟 Chanel 有什么吸引力，升值前景是怎样，接下来还有什么爆本要留意呢？今集理财要贴地，同大家一起来看看。